邓孝慈笑了。轻轻一笑，大家眼中冷漠的邓孝慈好像变得不一样热。请你自信一点，自信。黄宏明，我为什么想选你？就是你其实是适合的呀。感觉这段时间你好像变温暖了。觉得没有。他们也会用一些我一开始所展现出的形象和东西去把自己把我给框在里面，说为什么会那么冷漠，为什么会在你镜头面前不活泼，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会觉得你变了，但有可能他这只是原本你没有看见的东西罢了。我也快穿你身边了，别再看我灰姑娘从哪里来，还怎么样，我真没必要，哎呀，分怎么样，不需要，我的世俗颜色。小 Lisa 老师好。小吃老爸当时被那个 rap 你和 kid in 的吧。我提出这个想法，老师设计的动作。老师这 part 动作是固定的吗？他的 rap 那块是有他自己有想整一些加一些东西。对，王座好吗？一个八拍，然后坐在这儿。对，要王座还是要那个？王座啊，肯定是。这不好说，这很抖哎。这样子少吃点吧。I mean, okay, I like your idea. I like the concept. But you always do like only one routine here. You know, you keep doing like this, so it's look kind of dull, like boring, a little bit boring. You can do like a little bit more like this, you know, or maybe like play with your friends. Like yeah, not only this. Okay. Okay.Can you try? 这是为难你吗？孝慈做得很扎实。哦 ，so cute。不需要我的世俗颜色。加那个二郎腿好一些，你现在 slay 了很多，现在 slay 了很多。slay 这种词是男团节目能出现的吗？下次可以再 slay 一点。slay stop using this word 好吗？我也快要站立 Cinderella， 别争吵，灰姑娘错过哪家男的马车才是娘，魔法说没必要，爱你剩分多秒，不需要我的世俗颜色。哦哦，进步好多，太好了，太好了，对啊，真的假的？我觉得这组牛在在跟邓孝慈挺好，就其实孝慈他往前走了挺大一步的。因为其实我这次公演，我觉得我有放下一些自己过去的包袱吧。